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人来人往的宾馆大厅终于安静了下来，当班的一名同事也休息去了，只有王丽一人在前台值守。那时外面正下着小雨。那天晚上11:40左右，然后天外边下着小雨，然后进了两个男的，都戴着黑色的口罩，戴帽子。王丽说，当时看到那两人的装束就觉得有点纳闷，已经快进6月份的天了，怎么还戴帽子戴口罩呢？然而没容他多想，来人就已经来到了柜台前。那高个的拿着枪，手枪，然后大概这么长左右吧，黑色的，然后对着我。王丽说，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都懵了，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紧接着持枪男子开口说话了，然后他就说别动别动，抢劫，他让过来把钱全拿出来。警方通过调取宾馆大堂内的监控录像，发现案发当晚，两个蒙面男子是手持枪械，从进入宾�馆到抢劫得手后离开，只用了3分钟的时间。据宾馆的工作人员王丽回忆说，被抢走了10000多元，是当天全部的营业额。这两个蒙面男子得手之后，迅速的就离开了宾馆。然而当时还惊魂未定的王丽并不知道，大约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在距离这家宾馆大约1公里处的一个加油站内，一个女子也经历了同样惊心动魄的时刻。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蒙面男子猖狂作案，接连得手。两个人，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然后他俩是拿着枪。漆黑雨夜，监控寻人，行踪诡秘。反侦查能力特别强，有时候他那个摩托车把摩托车灯就熄灭了。雨夜狂徒一线正在播出。这是监控录像记录下的画面。事情发生在霍林郭勒市外环路上的一处加油站，时间是2015年5月27日23点。穿的就是黑色的那种夹克衫儿，看不太清楚，因为他都是晚上了嘛，很晚了。两个人进来了，就拿着枪，就说要抢劫，就要钱。据当时的值班人员讲，看到来者不善，他赶紧将抽屉里的300块现金拿出来递给来人。看到只有300块钱，蒙面男子显得很生气，然后他非得要开保险柜。加油员就说我们没有钥匙，只有就是说那个核算员手里才有钥匙，有密码。看到加油员兜里只有家里的钥匙，甚至没办法打开保险柜，蒙面男子才作罢，然后两个人拿着300块钱迅速离去。一个小时内发生2起抢劫案，并且都是持枪抢劫。对此，霍林郭勒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并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因为它毕竟是一起持枪抢劫案件，持枪涉枪类案件在我们这个地区，近几年来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说这个引起了一定恐慌。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作案？接连发生的这2起案件会有什么关联吗？来了几个人啊？两个人，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然后他俩是拿着枪，拿两个枪，一人拿一个枪。都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看不清长什么样。一个在大概有1.8米左右，那一个有1.6米不到，1.5米了，大概是。因为没有我们柜台高。据加油站工作人员回忆，持枪抢劫的是两名男子，因为故意做了伪装，所以面部基本看不清楚。
但身高特征很明显，是一高一矮两名男子。而抢劫宾馆的作案人也具备这一明显特征，脸啥的根本没看清，就看一个大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根据作案人的体貌特征以及作案手法，警方推断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通过这个报案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询问以后，咱们初步就判断应该跟前期的持钱抢劫的案件能有串并的条件。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作案，作案的枪支又来源于哪里，接下来他们还会做些什么，目前作案人又会躲在哪里呢？逃跑的路线，还有这个作案的时候来的路线，我们一个口一个口的分析辨别，一个路口一个路看，他从这个口出来了，下一个口他可能去哪个方向，再确定他的路线。随即侦查人员调取了事发宾馆、加油站及周边区域的监控录像，寻找两名作案人的来去踪迹。与此同时，专案组安排警力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进行排查，主要是在这个能获得这个能有作案工具的、具备有枪支的这样条件的人员进行摸排。完了根据体貌特征呢，对我们的一些个重点人员进行摸排。根据宾馆周围的监控录像，当晚两名作案人从一胡同里出来，然后步行到了宾馆。他俩是步行去的，他步行走的胡同根本也没有监控，因为那个属于咱城边的，住的应该是农村的，都是平房，那边没有监控。在对宾馆实施抢劫后，两名男子又跑进了一片平房区。嫌疑人做完以后往宾馆的南侧一个楼区里边跑了，那个小区是比较老的一个小区，到那里边就监控就特别少了。根据视频监控，作案人来去都是步行，消失的区域也没有监控设备，所以嫌疑人的踪迹几乎无迹可寻。另外，作案过程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并且作案人做了精心的伪装，在现场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当时嫌疑人都是戴帽子、戴口罩、戴手套，完了没有什么具体面部特征，只有一个身高，让咱们猜，衡量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体态，别的什么线索都没有。而在对加油站走访时，侦查人员了解到，嫌疑人来加油站实施抢劫时是骑摩托车来的。骑什么样的摩托车？小弯梁的那种的摩托车。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那俩蒙面人骑的一辆女士摩托车没有挂牌照。随即侦查人员调出附近区域的视频监控，对这辆摩托车进行追踪。他抢劫这个加油站都是在城市的外环，然后晚上没有路灯，然后他骑摩托反侦查能力特别强，有时候他那个摩托车把摩托车灯就熄灭了，根本咱看不见。就这样，作案人再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然而经过对相关视频的反复观看，侦查人员注意到嫌疑人两次从案发现场逃脱，虽然逃跑的方向不同，但最后消失的区域却是相同的，城乡结合部这一片平房区。那么嫌疑人是这里的居民吗？还是这里的租户？或者只是暂时在这里躲藏？而经过走访，一名在这里租房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房东啊，还有这个左右的介绍，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活动规律有点不太正常，就说经常锁着门，见不着人，出入比较反常。据调查，几个月前，这个叫赵海滨的人在这里租下了一处房屋，却很少在这里居住。附近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并且曾有一矮个男子一同出入。他们就是偶尔在那住一下，啊，也不是常去。但是能够反映出来，来的这个人是一高一矮，骑了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警方在调查之后了解到，
这个名叫赵海滨的男子身高在1米8左右，而经常和他在一起的另外一名男子身高在1米5左右。通过这两个人的年龄、体貌特征以及他们反常的活动规律，加上警方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警方判断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嫌疑人。那么这一高一矮的两个神秘男子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现在又在哪里？然而就在侦查员设法解开这些疑问的时候，又一起持枪抢劫案发生了。一通可疑的电话，他打电话说他出交通事故了，想私了。再次出现的蒙面男子与夜狂徒一线正在播出。2015年7月27日晚上，家住霍林郭勒市的王先生来到刑警大队报案，说他朋友小赵可能出事了。大约是6点钟的事吧，6点钟他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出交通事故了，想私了，然后用点钱让我给他打5万块钱。王先生说因为关系很好，所以他二话没说赶紧往朋友的卡里打了钱。随后他想打电话告知一下，却发现朋友的电话无法接通，电话就关机了。关机了我心那不应该出了交通事故不应该关机啊，然后我就去银行看看他那个记录什么的，发现我给他转完账的时候立马他这个钱就转走了，他不可能那么快啊，我就怀疑这里边的事儿不太对。虽然一时间还无法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王先生提供了一些信息让一直在苦苦寻觅持枪抢劫案嫌疑人的侦查人员很是警觉。咱们接到这个报案以后，首先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生活进行了详细了解，结果呢一问呢确实是跟那个有一个要好的女性的朋友，晚上呢也能够有人能确定他俩一起走的。据查证，小赵当晚是和一名女朋友一起开车外出的。小赵电话中说他们出了交通事故，但却不肯说出事地点在哪里，当朋友提出过去帮忙处理时也被断然拒绝。那么小赵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呢？虽然事情还不明朗，但警方还是决定介入调查。当时受害人说的那个银行是往农行汇款，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嫌疑人会不会到农业银行去取钱呢？因为我们这个银行网点比较集中，都集中到友谊路中段那一块嘛，什么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还有农村信用社，都集中在那一块儿。就去那块儿。然而，市区的几个取款点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而此时小赵的手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夜越来越深，无论是小赵的家人、朋友，还是侦查人员，也都越来越不安。小赵目前在哪里？人是否安全呢？考虑到受害人小赵是和一名女性朋友外出，那么他们会不会选择郊外的一些风景点呢？我们这个就一直启动的这个快暴力案件，这个快速反应机制这一块，我们前期已经都安排了，就是说接到这类报案以后，一定要快速出警，快速出警的方向啊、地点呢、我们基本上大致的有安排。这里距霍林郭勒市区几公里的路程，缓缓的山坡，湖水连连，树林幽静，许多热恋中的男女喜欢在这里流连。我们跟以往的那个办案经验，就把这一片作为重点的那个区域来进行那个安排，进行摸排。时间已是午夜，整个山野只是黑黢黢的一片，偶尔传出几声昆虫的鸣叫。突然，一道刺眼的车灯划破了黑暗，一部摩托车顺着山坡疾驶而来。我们几个人开车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来了一辆黑色的摩托车。完了，等我们接近的时候，看见摩托车上有3名男子，都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完了手还有锤子。
三名男子的装扮以及手里的锤子让侦查人员觉得很是反常，随即他们调转车头对摩托车进行拦截。当时我们直接就在这个地方就直接把嫌疑人的车撞倒了，就在这样撞倒之后，完了嫌疑人就直接就全都起来都跑了，都向那个这个区域内就这种跑了。当时尽管侦查人员鸣枪示警，但那三名可疑人员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不管不顾在黑暗中四散逃窜。因为当时晚上也比较黑，夜里一点多，旁边那个道两边也都是树，他们就是摔倒了以后就向道两侧就是逃窜了。因为我们当时的追捕就在那种特定条件下没有条件，后来就是调集了特警啊和我们当晚值班的所有人员对现场周围进行了搜索。就在侦查人员试图拦截那三名可疑人员时，小赵也已回到了家中。正如此前推测的那样，他遭遇了劫匪，直接就是拿枪开了一枪。他直接就说配合一下，那不伤害你。据了解，7月12日傍晚，赵先生和一女性朋友驾车到郊外，当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他们把车停在一僻静处，然后在车里聊天。突然一声巨响，他发现车窗玻璃被砸碎了。他有一个锤子，有个锤子，对，一锤子就把玻璃砸了。当小赵意识到危险想驾车逃跑时，却听到了一声枪响，就开了一枪，没对准人开一枪。小赵说他俩当时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动弹，被人用胶带蒙上眼睛，捆住了手脚，两人随身携带的几千元现金、两部手机以及项链等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然而这还不算完，这会儿就是嫌疑人就说了，说有没有银行卡，把钱拿出来，我就不伤害你，把钱给他就行了，为什么要叫朋友给他打钱呢？当时我是说你别伤害我，我说反正我给你钱，他说我说我东西你全拿走，车也开走，我说别，只要别伤害我就行，我把钱跟车都给你。完了下去商量，他说你那个整点钱吧，再说了。我说多谢，他说5万，他说5万，我说没那么多，完了就打钱。当晚，嫌疑人开车带着受害人赵先生来到市区，将赵先生卡里的钱全部取完，随后他们又开车将受害人送回山上，然后骑着一辆摩托车跑了。种种迹象表明，侦查人员当晚在山上撞到的那三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就是抢劫赵先生的人，而他们持枪蒙面这些特征又和宾馆加油站抢劫案的特征相吻合。比较贪婪，比较胆大，越作案越胆大。他是不但要抢劫你身上的所有财物，你包括首饰啊，手机啊，身上的所有财物啊，他都要抢走，还要把你卡上的钱到那个 ATM 机上，要把卡内的钱要取走，认为还不够，还要让朋友家里那个往卡里打钱。根据种种迹象，警方判断连续发生的几起抢劫案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但作案人数却有所变化。一共3个人，2个人下车都商量上去，完了那个人在车上看着。据受害人赵先生反映，抢他的是三个蒙面男子，其中有一名男子个子很矮，并且口音很特殊。他提供的是啥呢？这个矮个的男人是南方口音。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三起案件。发生在宾馆和加油站的这两起抢劫案，嫌疑人是一高一矮两个男子，
而发生在郊区的这起案件，虽然受害人看到的是三个嫌疑人，但是其中有一个还是矮个子的男人，并且操的是南方口音。根据警方的前期调查，那个名叫赵海滨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但是警方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行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赵海滨的身边就有一个矮个男子。那么这个在不同地点出现的矮个子男人会是同一个人吗？接下来找到这个操南方口音的矮个子男人成为了警方的侦破重点。相同的邪念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年轻花钱能力大，也没压钱的，有时候找我上面挣点钱。唯一就让他感觉有点对不起老婆孩子吧。雨夜狂徒一线正在播出。7月27日深夜，侦查人员遭遇骑摩托车的可疑人员，但可疑人员还是趁着夜色从现场逃脱。警方判断嫌疑人应该已经逃离了霍林郭勒。随即霍林郭勒市警方向周边祁县发出了协查通告。很快一个信息反馈过来，在距霍林郭勒300公里的开鲁县，一名可疑男子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小旅馆。老板反映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然后身高1米6左右，然后左侧胳膊应该有明显擦伤，然后说的是南方口音，然后他登记的身份证应该不是他本人的身份证登记。他怎么知道不是本人？是照片不对？照片不对。那么这会不会就是霍林郭勒市警方正在四处寻找的那名矮个子男人呢？随即侦查人员立即驱车赶往开鲁。不是你自己的？不是。那身份证呢？他身份证是，我觉得是上网吧，上网哎，感觉别人拉一下了，我就顺便捡了放荷包里。身材矮小的黄涛正是受害人口中的那个蒙面持枪的矮个子。前面还有个大个子男青年嘛，我主要是跟着他屁股后面，就是这样分工。具体是他在前我在后，然后至于这些路线怎样，我就是什么都不用参与，我就只跟着他就完了。黄涛所说的大个子正是此前已经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在平房区租房子的赵海滨。2015年7月28日，躲藏在通辽市的一家宾馆内的赵海滨被抓获。没别的，当时也没想那些，就去了。当时你跟那个黄，对，你俩进去，对，他在外面接我们，让我俩进去。据黄涛和赵海滨交代，抢劫宾馆和加油站的确都是他俩去的，但他俩只是实施抢劫的人，策划指示他们抢的则另有其人，枪也是对方提供的，那个人叫楚振国。根据侦查到的相关信息，警方再次奔赴开鲁县，抓获了躲在朋友家中的楚振国。对于近期发生在霍林郭勒的系列抢劫案件，楚振国并不避讳是他一手策划组织的。另一方面，这没钱，一商量说不想抽一枪头呗，基本大伙都有这个想法。别人想到我年龄大，然后他就听我的，就这种状况。据了解，楚振国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年前离婚后，他和80多岁的老母亲以及儿子一起生活，虽然一家老小的指望都落在他的肩头，但楚振国并不具备担当的能力。说白了，我妈这个人呢，对儿女比较弱爱，就是那种溺爱，其实我宁可捡破烂养你，都不能说鼓励你好好做人，成长一点，她是恐怕你累着。养成一种就是什么性格呢？就是后吃懒做。你得长这种从小养成性格，你长大以后想改变非常吃力，得靠自己。据了解，2年前在一次传销活动中，楚振国认识了来自湖北的黄涛，两个人很是谈得来。
不干好事儿，也没干过大恶，小偷小摸，有时候也给你打个工，就这么混日子，也混不好。我干了一段时间，等着在边干活，干了一点钱，然后钱肯定还是太少了。对于自己的不堪过往以及扭曲的价值观，楚振国直言不讳。对此，王涛不仅不反感，反而觉得这是坦诚，更是一种信任。并且一直在外四处漂泊，靠苦力糊口的黄涛似乎觉得找到了某种依靠。明知楚振国走的不是正道，黄涛就对他言听计从。很快，两人便联手盗窃。我就在偷皮箱，风险太小。但是呢，后来偷了几个模特，卖出去也不值钱。而在此期间，楚振国又结识了同样做着发财梦、正在四处寻找机会的赵海滨。我发的求职信息，然后他看着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们年轻，花钱能力大，也没啥钱儿的，有时候就找我商量挣点钱。但是我听他话里话外，好像说白了，就好像比我们这岁数大的胆子要大似的，好像是习惯这东西，有抢劫的经验。总的来说，只要说提着一道墙啊，干这件事，总来说是楚振武说的。于是，三个对金钱充满渴望而又不愿意付出辛劳的人一拍即合，蓄谋实施抢劫。为了确保抢劫成功，震慑受害人，楚振国着手准备了枪支。就我就搁网上购的，其实网上那个东西啥呢？叫防身，一打一出响声，它这个响声就有一声。程远作案工具准备妥当，楚振国又去租了一辆轿车去寻找目标。很快，外环路上的这处加油站进入了他的视线。好几个加油站，搁这同一家，又说白了，当时有四个加油站都不加，都搁这一个加油站加，肯定那块钱多，这么去。但事情却并非楚振国想的那么样，在加油站，黄涛和赵海滨只抢到了300块钱。在抢劫加油站得手后，楚振国又指示黄涛和赵海滨去滨河路上的一家宾馆抢劫，而这里是他提前踩过点的。你这种大型宾馆是老板肯定有钱，一般你吓唬你的根本不返还，因为说白了不是他的钱，也不多，就是搁我给看摊，谁拿枪一比划就给他，我也这种思想。2015年5月27日深夜。伪装后的赵海滨、黄涛持枪走进了这家宾馆。那时，楚振国开车隐匿在附近一个平房小区等待接应。你怎么知道哪块监控的？那个我搁这住10多年了，我知道这哪块没有，哪块没有。一个晚上连续实施了2起抢劫，深知罪孽深重，他们不敢逗留。楚振国连夜开车逃离了霍林格勒。惴惴不安中，半个月过去了，警察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人就侥幸心理，第一次抢，他俩去抢的，我接应没事儿，还想接着做。随后，三个人又琢磨着再次动手抢劫。这次团伙中年龄最小的赵海滨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郊外这片水域，经常有约会的男女开车在这里逗留。还不如抢的意思说，一男一女啊，说白了是什么，好像一直搞的偷情呐、啊，就一直抓他们那些。我一听，我觉得这个也挺好。怎么好呢？我认为说是，如果抢到的话，不敢报案，因为毕竟不是好事。7月27日傍晚，一辆停靠在树林边的轿车进入了楚振国的视线。咱们也看出经验了，只要往树林深处去的就是这种状况。完了，我也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啥，我说这个还有往树林去的。车内，受害人赵先生正和朋友闲聊，丝毫没有注意到三个人影的悄然靠近，直到车窗被一锤子砸碎。他挺害怕的，他说：“什么说好像要杀他，杀他一样。”他说：“不要杀我，不要整我，有什么事好说，我给5万块钱，你们就
把我们门放了吧。由于自己的卡里余额不足，受害人赵先生就打电话让朋友帮忙。也正是这通电话让这起抢劫案迅速进入警方的视线，当晚就上演了那场警匪面对面，遭遇警车的劫匪自然慌了神。他们开车子撞门，把车子都撞翻了。车子撞翻的过程之中，我们三个人都捅都倒地了。我反正当时我头脑还比较清，我当时在地上就像跟电视一样吧，肯定是顺着那个力量顺着跟在地上打滚嘛。王涛说，当时他躲在草丛里大气不敢出，看着警察去追另外两个人，等警察跑远之后，他才赶紧打电话联系楚振国。那时楚振国像以前一样正躲在一个隐蔽处等着事后接应。为什么每次楚振国都不到现场去？他是这样的，他一个说他是本地人，哎，他怕有的时候容易认识啊，再说他怕出意外，他跑不动。你想让我跑吗？我这又腿跑不了，三斤三个走的面还一跑跑不了。7月27日当晚，对赵先生实施抢劫的三人中，并不包括楚振国，这也说明这个抢劫团伙不止三人。张国林我不认识，楚振国找的人。这个说实话吧，不是我找的他，他来找的我，因为我总带着人开车走，他品出来找。人这玩意儿都互相都有点了解。2015年8月2日，也就是楚振国被抓5天后，抢劫团伙中的另一名成员前来自首。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想，他跟我说这个事情啊，就跟他就去干去了。哎，当时就好像鬼上身似的，也没想那么多。据了解，事发前程雪东是霍林郭勒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和楚振国住在同一个小区。看到楚振国没有正经职业，却车来车往呼朋唤友，觉得楚振国很是有能耐。他和别人脾气不一样，以前在呼林河好像是也是社会上挺有名的一个人。怎么样名？这社会在社会上混的呗。经过这个长时间的交往以后啊，他觉得这个人比较把握，他就把这个犯罪的事儿跟这个姓程的说了，姓程的也主动要求入伙。据程雪东交代，7月27日晚上那次抢劫，砸碎受害人车窗玻璃的就是他。那是他入伙后的第一次作案，没想到的是，他第一次作案就遇上了前来搜寻的警察。奔镜湖那小广场那就跑了。那次你分多少钱？那次楚振国就给我10000块钱。据了解，当晚四处逃散的黄涛、赵海滨、程雪东随后陆续和楚振国取得联系。四人聚齐后，楚振国连夜开车带着他们狂奔300公里。到了开路线之后，又各奔东西。虽然侥幸从现场逃脱，但随着其他三人的落网，程雪东知道自己也终究难逃，只有自首这条路。后悔当然就别说了，唯一就现在感觉就有点对不起老婆孩子吧，尤其是我儿子。给他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帮人也就是既不想付出劳动，又对生活有点要求高标准，所以说这样就产生了差距，慢慢的就走上了犯罪道路。这起系列持枪抢劫案终于成功告破了。本案中的四名嫌疑人不安于现状，想要争取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巧取豪夺，自认为走的是捷径，实则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所追求和向往的美好生活，必须是通过我们的勤劳付出，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努力创造。目前四名嫌疑人因涉嫌抢劫罪已经被移送当地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